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画外旅照福禄之章第四天告老还乡镜中星空元神 4.8 拍照活动攻略。拍照活动第四天，第一章要求你月美或者冰元素，七七甘雨神鹤完全符合，都没有的话也可以用凯亚。视角包括两个圆圈，然后用战绩的同时拍照不得令。第二章要求草元素或者弓箭角色，直接用克莱就行。视角包含两个圆圈，时间要在19到21点。都看到这里了，点个免费的赞吧。